好像有一些印象，我记得那条铁路是莫丁君自己修建的，终点是朗博斯堡市。没错没错，就是那里，得赶紧把这个消息送回去。上校，好消息，我们在朗博斯堡市截获了莫丁君专列。哎，这么快？我这正打算给你们信息呢。你的复盘记录是实时传送的吗？定位到坐标后，我发现迷城搜索队也在附近，就拜托伊芙长官帮忙了。原啊，我看见伊芙长官了，搜索队正在清点晶石，等我给你拍个照。什么声音？刘梅，刘梅，你那边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但是晶石好像爆炸了。